我们都要讲故事。从前，那你讲。从前，嗯，有一个萝卜，嗯，不是，有一个老爷爷，嗯，他有这么多东西在下面，嗯，他只做一颗种子，嗯，萝卜慢慢长大，嗯，它就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大，嗯，因为它是神秘萝卜，嗯，然后它就敲敲敲，然后萝卜就变小，然后它没有敲久，萝卜就变大，哇，然后再铺一条布在上面，萝卜。就慢慢长大就可以吃，哦，就可以吃掉了。吃掉以后，萝卜不见了，怎么不见呢？怎么不见呢？然后呢？可是他每天都会种种子啊，嗯，所以他就会敲敲敲。哎，故事讲完了吗？然后讲完了，开启。我刚好我还是没有办法抓到你故事的重点。老师，我问一下，我的问题，请问那种子放到哪里？放到土里面要浇水吗？你都没有，老师你都没有讲说要浇水啊，它怎么长大？只有奶奶完全了解你的故事哎。长大萝卜，好大大大大大萝卜。演话剧的一开始那个好像是对，因为我听音乐是听过是不会忘记那个旋律。对，他们主要演话剧前面那个前奏就是这个音乐。对。耶，唱完了。耶，好不好？好好听啊。应该是有，应该是有。臭脚丫都出来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回事？好像在讲相声。